们为您带来的美国职业篮球联赛常规赛的转播。今天呢，为您带来这场比赛呢，是洛杉矶快船在主场来迎战犹他爵士的比赛。两支球队都已经经历过75场常规赛，目前剩余的比赛呢并不是很多。那今天这场对话决定两支球队在季后赛当中的走向。因为从快船的目前36胜39负排在西部的第8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双方的先发五虎。洛杉矶快船这边1号雷吉杰克逊，13号保罗乔治今天复出，经历了将近100天的伤停休战之后，今天终于回归到